东汉末年，皇权倾颓，群雄分立，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定都许昌，更名为许都。在战胜了吕布之后，曹操北抗袁绍，南拒孙策，成为中原最有实力的诸侯。然而曹操专权跋扈，与汉室天子的矛盾日渐深重，许都内外暗流涌动，风雷待发。放肆，格杀勿论。公子还在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你去寻一条正经生路吧，再作恶定杀不饶。谢谢公子饶命，谢谢公子饶命。对乱兵盗贼你也如此心软？你也看到了，他受伤了，而且他刚才也没有伤人，罪不至死吧。宋襄公之人虽然说是惩恶，但是也不至于格杀勿论吧。我可告诉你，既然出手就要箭无虚发，可别坏了我这老师的名声。多谢二公子救命之恩，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我们早就起来吧。谢谢。你放心吧，以后司马家会保你们平安的。谢二公子。谢谢。二公子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而你却连只小羊都要救，连梁惠王都有恻隐之心，
见不得牛发抖。我要是把这只羊带回去，说不定就能救好了。我为什么不救啊？这天下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这么人柔？你想学宋襄公不重伤，可我问你，这宋襄公最后什么下场？我跟你又不一样，你有鸿鹄之志，我可没有。我顶多呢就是一个百里之才，做一个县令安抚生民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你看看你，这么没有出息，难怪你爹从小就把你扔在司马家不闻不问的。那又怎样？我还要在司马家住一辈子呢。撤！撤！撤！看那些，好像不是中原的马。西凉军，一定是董卓的残部。你想避世，可这西凉军已经横行中原了。咱们河内是四战之地，袁绍、张绣、曹操、吕布，哪一路诸侯不是对这里虎视眈眈？你想与世无争，只怕是树欲静，而风不止。那以后呢，我就跟着你，你镇守一方，外御其武，我呢为你安抚生民，乱世之中呢更要刚柔并进。当今乱世天下，到处都是乱兵盗贼，刚才那伙强盗又不知是哪一路的败兵，想让我和这帮狼滩虎视的诸侯争方寸之地，我根本就看不上他们。你既然这么不屑避世，也不屑出世，那我看呢，天下只有一个位子比较适合你。嗯，说来听听。皇帝。撤。吁。这是谁的马车啊？大哥，大哥，回来了。什么事啊？义和，这么着急？家里来客人了。义和的父亲杨叔叔来了。我父亲来了？对。哎，你慢点跑，雪天路滑。大哥，这杨叔叔三年未来，这次来连信都没报，到底什么急事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父亲让我和你去给县令送信，现在就去。送信？送信干嘛让我去啊？这县令府衙浊气逼人的，我才不去呢。哎，父亲想让你我在县令面前走动，明白吗？可是我还没有拜见杨叔叔呢。父亲晚上会摆宴，到时候再拜也不迟。走吧，走吧。伯父，嗯，父亲，司马兄，既然犬子已到，我们就先行告辞。父亲，我们现在就走？平儿，令尊被曹司空征辟为院属，正要去许都赴任，他是特意拐道来接你一起走的。十二年了，多谢司马兄对平儿的照料。嗯，朝廷的安车已在门外等候，我们即刻出发。你在司马府的行李我会派人送去许都。走吧。父亲，现在仲达还没有回来，能不能再等一等啊？若城门一关，就需明日再走，会耽误行程的。可是不辞而别，仲达会很生气。请为父的，现在就走。听你父亲的吧。平儿，你在我家生长十二年，我视你如同亲子。
你在许都若有麻烦，铜驼街找张氏素米店，你记住便是。平儿，快上车。谢谢啊，平儿，你在学医？这是仲达送给我的，我也就是偶尔学一下。平哥哥，我们舍不得你。我也舍不得你们。你们记得替我向仲达告别。还有院子里那只小羊，它受伤了，我本来要医治它的，现在没有时间了，你们就替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大夫。好。快走吧。父亲，为何曹司空的征辟令会这么急啊？别问了，到了许都你就知道情况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杨老爷，可能是盗匪。父亲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平儿，我们有要事要做。
伯父，一切如约。父亲。父亲，给我一个解释。亲口给我解释，平儿，我没事。我不走，走。想，真相。快走，我没事。我不会走的，孩子。你看看他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太尉杨彪。你就是杨太尉。你父亲是忠勇之士啊。孩子，跟我们走吧，路上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我不会跟你们走，我父亲还重伤。平儿，父亲，你若走，我只会留一条手臂在这里，你若不走，我就要把命留在这里。我不走，走，走。来人，备马。真相啊，简直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什么？你快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好，我现在告诉你。可能你无法接受，但是我说的每一个字和每一句话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你不叫杨平，你叫刘平。你的生母是王美人，你的父亲不是杨俊，是已故的灵帝，当今陛下是你同胞哥哥。你在说什么？
那是光和四年，灵帝陛下的妃子王美人诞下了一位皇子，当时的何皇后已经有了太子刘辩，但是何皇后性妒而立，她毒死了王美人，更要加害皇子。住手！幸得董太后前来救下了小皇子。谁敢伤我孙儿？这可是陛下的骨肉，汉室的血脉啊！你就不怕遭报应？报应？报应早就有了。哼，母后应该出宫去看看天下，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报应。这名侥幸活命的皇子就是刘协，快寻太医啊！也就是当今天子。太医啊！太医呢？这件事情我知道。是，这是世人皆知的事实。可是世人不知的，王美人诞下的不是一个皇子，而是两个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就是另外一个孩子？当时我是灵帝陛下朝中的卫尉，王美人当时将一个皇子托给我抚养，让我带出宫去，希望能够保全其一。我就找来了你的养父杨俊，让他假称你是他的儿子，并辞官带你回到老家，后来又把你送到了更加安全的司马家静养。这就是你的身世。兄弟们都仔细看啊，有任何发现立刻告诉我。是。这位官爷，请教此地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你谁？事儿没你什么事啊，给我滚。哎呦喂！现在能说了吗？哎，能说能说。是这样，有一个被征辟的官员叫杨俊，他经过这儿的时候啊，被一群强盗给抢了，他的儿子和车夫都被杀了，自己也被砍断了一条胳膊。你看这满地的血，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。哎，这事儿啊，你说这眼看要升官发财了，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杨俊在哪儿？尸体在哪儿？往前施力，一战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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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太尉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给我演戏看啊？演戏？啊！杨俊断臂，和你刚才看到的不错，我们是在演戏，可是我们演的不是给你一个人看的，我们是演给整个天下看的。所以父亲被砍断的胳膊，还有那具无名尸体，那些都是在代替我，是在伪造现场，掩饰我过去的身份。你好像有点明白了。可是这都是为什么？为的是把你送进宫去，送到当今的天子你哥哥的身边。当今曹操迎奉了天子，却将天子控制为自己掌上的傀儡，朝政和军政大事都由曹阿满一个人掌握，像我们这些汉室老臣一个接一个的被清洗掉。天子现在犹如身在虎狼之穴，兴复汉室，重振朝纲，是我们这些老臣的心愿，更是陛下的心愿。孩子，汉
汉室需要你，陛下需要你。我说的这些，你都明白吗？我还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让你进到宫里，见到你的皇兄，你一切都会明白的。杨师叔，叶禾呢？我和平儿落于劫匪，平儿的叶禾到底在哪儿？我们赶到的时候，杨公子已经没救了，尸体就放在柴房中。公子，公子，怎么，是你要找的人吗？夫让我去许都养伤，许都尉也在路上了，那我就带平儿先去许都，等伤养好了再扶领回乡吧。令尊年事已高，你回去禀报他的时候说话委婉一些。生死造化，人力不能强求，师叔节哀。可怜平儿自幼就不在我膝下，本以为这一次可以父子团聚，没想到杨先生十分虚弱，不宜伤心过度啊。我师叔就拜托你了。请放心，在下一定尽力。师叔，你好好休养，节哀顺变。大哥，我们走吧。告辞。告辞。仲达，你心里也别太难过。大哥，那根本不是义和。你说什么？义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他的身子我又不是没见过，用一个山野村夫来替代他，粗糙。你确定吗？那杨师叔为什么要骗我们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义和必须用假死来脱身，说明他一定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，我得去帮他。好。哎，大哥，把你身上的钱都给我。你去哪儿找他？许都。到了，下车吧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的身份比较敏感，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。进去吧，里面会有人带你入宫。你都已经到这儿了，还怕什么呀？可是这里面
是什么人啊？可以说是你仅存的亲人。下去吧。秋儿，你说他可以吗？纵然这枚棋子太弱，不足定盘，但侄子的人是我们。走。彗星反紫薇。建安五年十二月，天翻地覆，沧海桑田，指日可待。撤！红龙王刘辩，这是天子的亲哥哥。杨平，敢问姑娘是？红龙王妃唐英。王妃？那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？因为我的丈夫住在这里。晚生拜见王妃。杨太尉在路上跟你说了吧？杨太尉确实说了很多。那你就跟我走吧。不过杨太尉所说有些太离奇，我不敢相信。你能告诉我所有的真相吗？杨太尉跟你说的你不信，我再说一遍你也未必相信。你还是自己去看吧。换上衣服，去见你的皇兄。什么人的车？下车查验。红龙王妃的车都不认识了吗？司空府有令，从今日起，所有官员进入皇城都要仔细查验。怎么？怕王妃是假的？啊，不敢不敢，冒犯了王妃，还请王妃恕罪。放行。且慢，大人。为何没有查验？这是王妃。王妃殿下，许都城外
有大臣遭遇劫匪袭击，尚书台下令自今晚起全城戒严，宫中防范尤其严备，请王妃见谅。满府君言之有理。好，伺候我下车。不知王妃有什么要紧事，非得深夜入宫不可。陛下这几日龙体不安，我奉皇后殿下之命来给陛下送药。启禀满府君，一切正常。公务在身，不能失意全力，请王妃体谅。请。何人敢阻拦司空府的公务？满府君劳苦了。放行。去陛下寝宫。是。老奴张宇拜见王妃。张总管怎么会在此处？陛下，圣宫安否？可曾安歇？皇后娘娘服侍陛下服过药，还算安好。方才彗星犯紫薇，陛下幸好没看见，不然的话，陛下又会耿耿难眠了。我奉皇后之命，采了一些祠堂外的夜息香，可助陛下安睡。王妃，请。皇后娘娘，唐王妃求见。进来。王妃请。大胆，你是哪家的皇门，怎敢如此不懂规矩？就让那个唐王妃的小皇门把药拿进来吧。皇后，祖宗的规矩不能乱呢，不是日常侍奉的皇门，绝不能让他踏进。张宇，你不必在此执业了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还不快点进来。下去。人带来了。
开灯。臣拜见皇后娘娘。臣请拜见陛下。陛下等你很久了，进来。生的一模一样，是吗？难道陛下？难道这是真的？陛下真的是我的同胞兄长？你身负皇室血脉，还有何怀疑？臣弟叩见皇兄。你来晚了，今日清晨陛下已经龙御冰天，彗星犯紫薇，那是陛下的天下。少年知之于